家好，我是舅舅，我现在就是来到了巴淡岛，然后现在就是在已经在 hotel 了，所以我就想说来拍一个都市传说之酒店的禁忌，就是意思说就是在 hotel 就是尽量能免则免，然后就不要遇到那些好兄弟们。哪里？第一个呢，就是偏偏我就是一来到就遇到，就是在最尾巴的一间，就是传说中在最尾巴的一间是最邪的。到啦。你要拍我姐啊，老师。好了，好了。水要开。倒回来，看这个。以上就是我的分享，这些酒店禁忌你们知道吗？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你们的观看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给我一个赞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拜。